欢喜市场内摊位招牌全部更新，重庆市场推出了发送购物券的活动，广邀乡亲到市场来逛一逛。从6月27号到29号，一连三天，在重庆市场的前后入口会发放50块钱的购物券，每天数量有限。欢迎乡亲把握机会，一起来重庆市场逛一逛，不仅可以刺激在地消费，也可以省荷包。重庆市场内的摊位招牌换新装，变得明亮又美观。市场自治会也借机推出了促销活动，要发送购物券，吸引更多人到市场来消费。我们重庆市场在6月27、28、29号连续三天的早上9点，在重庆市场前后两个地点发放我们重庆市场的购物券。那总共虽然说面额只有50元，但是呢，这是我们全市场所有会员及摊商的一点小小心意。我们大概9点的话，我们会在前后入口就是发那个号码牌啊，让消费者先领取号码牌。时间9点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发送那个购物券。数量总共？我们总共有1000张。6月27号到29号连续三天，早上9点开始，在重庆市场前后入口会发放50块钱的购物券，每天是限量的，三天总共要发出1000张。这些购物券7月10号之前都可以在重庆市场内折抵消费，欢迎大家起早来排队领取，一起支持在地摊商。谢瑞慧，欢迎市报道。